拿下麦克好，我简单说两句。这个麦克随便拿，不然的话以后就没机会了。简单说两句吧，因为他下周一二就要回国了嘛。不要哭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来到新东阳教会三年多了，然后一直在后面做服侍，也挺感恩上帝能给我一次服侍的机会。因为我其实刚来韩国之前没有什么任何信仰，就是挺普通的一个人，就是每天都去上课，喜欢玩球，然后就这样过日子，就是觉得生活中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，也觉得就是说挺空虚的。然后来到韩国教会呢，其实第一次去教会是去我们学校的教会，但是我个人呢就是说比较另类吧，是吧？就是不是那么特别愿意听别人劝的人，也不是说别人听过别人说什么就会跟着别人的想法去走的那个人。所以说就是刚开始对教会呢就是挺反感的那种。但是从有一次因为林杰我的兄弟嘛来到新东阳教会，他说新东阳教会说跟那个其他的礼拜不一样，然后我就来到这里，然后认识了牧师，认识了那个新东阳教会的这个大家庭，真的很感动。因为我在这里感觉到了家人的温暖，因为我来到这里就是说韩国特别的怎么说呢，就是缺少温暖那种感觉，是心里的温暖。因为我来这里没有认识一个人，是可以说是跟我母亲置气，说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，无所谓，我就来到这里了。但是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，但是也感谢神的恩典，能在这里遇到这么美好的大家庭，心中要见会这么有力量。我们韩国地方唱一首歌曲怎么样？我们请我们的李伯弟兄，两个伯伯是吧？双博士是吧？为他唱一首歌曲，我们来祝福他。是的，我们继续用双手一起来祝福他好吗？是的。我相信韩国弟兄不管到哪里都是主的人，他到什么地方，他都是主所亲自差派过去的。因为他不是自己在走，而是主与他同在。他回到中国以后，我相信他要为主做光和盐。引用以赛亚书的一个经文啊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”我献上这首差遣之歌。主必保守看顾，主大能。
心的祷告，把天父的神请你与他同在，让他回到中国以后，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仰望神，跟随神，成为神所选的儿子。我们相信借着他，他的家人，他的父亲母亲，还有他周围的人，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知道他是你的使者，愿神的祝福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恩典与他同在，让他成为光明的儿女，在中国任何的地方，无论是工作，无论是学习，无论是建立家庭，都求神能够保守他。无论是他出，无论他是入，无论是向左，无论是向右，求神让他能够刚强，能够壮大。主，求你与他同在，我们在神的里面永远是一家人。虽然回到中国，也就是让我们彼此联系，彼此纪念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再次用掌声。